的 design 是只有一个，世界上只有一个的，每天都出新款。盒子里面有一张图片，就是它最新款就会放在里面，还有价钱。好像这样。有些看起来是很脏，然后有那些花纹这样。金色，因为他们用的材料是大卡车那个盘布，然后来做成皮包，每个皮包的花样都不一样的。